好，老百姓快要活不下去啊！这个桃园市议会通过要求市长郑文灿要普发5000块现金，但是桂明委员，怎么中央现在还很坚持要2000块钱来买5倍券吗？ 对，这个中央就是离谱哈。我们知道这次的疫情第三级警戒的这个期间呢，高达60几天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普发现金才能够解决民众最重要的一个需求。我们看到这次的防疫里面，行政团队做的烂到不行，所以网友也难怪讲说，这个时候还去讨论做什么3倍券或者5倍券的情况，这个时候该做的。